盘点奥特曼中怪兽吃怪兽的名场面，让我们一起长按点赞，帮助奥特曼打败怪兽吧！场面一：怪鸟巴顿吃掉毛毛虫怪兽。如果在噩梦中整夜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精神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。场面二：阿斯托罗姆斯吃掉怪兽尤多林卡。回心头依然奋勇去战斗，叫英雄抬头，乱一阵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。场面三：伯加如吃掉怪兽双马尾古墩。你一家独有那么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如果在噩梦中整夜，纪念着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精神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场面五：希尔巴贡吃掉怪兽嘎地。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战争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。再叫英雄抬头，乱一战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。场面六：怪兽乌拉吃掉加拉特龙。守护你一家独有那场面七：格力扎吃掉上百只怪兽。你一家独有那么